好，来一二三，来这边，妹妹，角落小生物，妹妹。问，就是那个飞天猪，这里好猪哎，好，谢谢。讲到的还没有，没有不能重复的，我们想要听不一样的动物或是风筝的客语，我看一下还有没有。哎，没有风车了。沙画可以吗？做沙画，把它撕起来，它会黏黏的，然后把这个沙画的颜色贴上去，可以吗？可以接受吗？喜欢吗？好哦，好，一二三，来这边，来，是马吗？马，好，谢谢，我还听成蚂蚁，没关系，我们慢慢学，越讲越标准，很棒哦。好，那我们这边还要继续送吗？还是要特技要表演了？还有时间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来送乖乖好了，要送乖乖了，哦耶，好开心哦，又有机会拿到乖乖，又有机会拿到风车。好，那接下来要问大家咯，我们这一次风筝节除了主题，除了风筝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主题是什么呢？一二三，紫色衣服的小弟弟，好棒哦！对呀，那我们这边拍。除了风筝文化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客家美食节。客家美食节，中气十足，太棒了！恭喜你获得乖乖一包。好，那我们的活动内容除了有一样哦，要看着上面哦，除了有风筝观摩、特技风筝表演之外，还有很多其他的表演，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其中一项呢？一二三，好，黄色衣服弟弟，风筝展了，好棒哦，风筝彩绘有参加到吗？没有参加到没关系，明年还会有。好，我们风筝彩绘在昨天有两场，今天有三场，都是现场提早报名哦。那名额有限，通常都要排很久，